各位好，欢迎收看十分关注，您所关心我们关注，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 APP， 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关注身边事，评说身边新闻。2015年4月21号，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正式挂牌成立。两年多来，厦门举全市之力建设自贸试验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出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使自贸区成为了制度创新和厦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厦门自贸片区成立两年多来有哪些新实践、新成果和新经验呢？今年3月，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厨卫行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在厦门自贸片区内挂牌运作。我市厨卫企业在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中能够得到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通道等服务。厦门贝杰特科技股份公司设计的两款马桶盖板于8月10日递交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仅一周时间就获得了专利授权证书。以前通常一个企业它要提交一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从申请到获得授权大概是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那现在通过我们这个跨维中心来就是申请专利的话，是我10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获得授权。水暖厨卫产业是厦门的特色优势产业，厦门卫浴在全国7大卫浴产区中发明专利居全国第一，其中松林卫浴的发明专利达800多项，位居全国同行之首。然而厨卫行业专利授权周期长、维护权益难和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弱等问题一度成为企业创新的绊脚石。有些企业很急于参展的一些产品，他们就很想快速地获得专利权，然后在展会上可以就是以他们这个是专利产品作为一个宣传，或者说防止别人在展会上拿去做一些侵权。这样厦门自贸片区先行先试，推动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向纵深挺进，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知识产权三合一、多合一综合管理工作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制度安排。厨卫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的落户，成为厨卫等行业相关知识产权审查、确权、维权的快车道，大大提高企业专利快速取得能力、品牌建设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成立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一共应该是有148件的申请，然后其中是有132件是已经通过我们这边的预审，然后现在获得授权的应该有128件的案子。如何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不断吸引企业落户，是自贸区的重要课题。厦门自贸片区对标国际，不断推出新举措，持续提升营商环境，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磁石效应，提高客户获取电力的便捷度，就是厦门自贸片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一项内容。2016年，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开展5个0、5个110项供电服务创新举措。厦门自贸片区内用电申请办事流程提速34.5个工作日，2016年为自贸区客户节约用电成本770万元。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联合国网厦门供电公司，从手续成本、供电可靠性及电费指数透明度等4个维度出发，大力创新供电服务举措，简化申请手续，企业当天申请当天就能拿到供电方案。我们以前按照传统的做法要在15天才能把这个供电方案给客户，那现在我们依靠这个我们自贸区的这个多规合一平台，我们在企业入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企业的一些资料，我们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在企业的这个申请，我们就对一些方案进行初步的方案就已经做好，那到企业直接到我们这个来申请用电的时候，我们只要再跟企业再核对一下这个一些基本情况，如果没有太大的出入，就直接能够把供电方案给客户。目前用电申请零资料、高压供电方案零等待、客户增值服务一份报告等创新举措已经在厦门全市推广。今年自贸区供电服务中心继续推进用电户名与二手房产权交易同步变更、水电气公用服务管理资源整合与共享、四优四诊服务等工作。在自贸区推行一个叫四优四诊的这个服务，那四优主要是优先勘查、优先答复、优先协同跟优先送电，那四诊主要是叫正常受理看门诊、重特客户找急诊、需求客户去出诊、疑难客户去会诊，那我们想通过这个四优四诊
实现对自贸企业其企业的全面对接，以最快的速度、最合理的方案，确保我们自贸其企业早用电、低成本用上电。通过创新，着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这是厦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迫切需求。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进行测算，厦门自贸片区获取电力前沿距离分数为93.79%，居世界第十一位，较2015年提升了18位。电力获取便利化改革全方位提高厦门电力获取便捷度和客户满意度，是自贸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的一个缩影。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口岸联检单位的改革创新尤为突出。厦门自贸片区挂牌两年多来，厦门海关业务集成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厦门检验检疫首创的进口酒快检模式，促进厦门口岸通关效率、服务质量和惠企力度不断提升。厦门自贸片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整合关港贸资源、涵盖国际贸易全流程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2016年起，单一窗口功能逐步完善，口岸核心业务均实现一个窗口一次申报、一次办结。去年5月，厦门海关在全国海关系统首次提出了互联网加自主报关改革新思路。只要在手机 APP 登录厦门单一窗口，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快速便捷的自主报关。从事报关行业20多年的李伟对单一窗口带来的变化深有体会。目前我们单一窗口的实际使用比例高达95%以上，通关的大部分环节均能通过单一窗口来实现，通关效率得到成倍的提升，而且很多环节采用无纸化，因此也更环保。今年4月，单一窗口平台下的厦门海关网上预约查验平台正式启用查验补贴申诉处理功能。这一改革免除了外贸企业在海关查验环节发生的相关费用。因为电脑系统在查验数据的发送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丢失的现象，导致部分企业无法正常享受费用的减免。那自从这个功能上线之后，那企业就知道说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直接提交申请，然后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补贴。查验补贴申诉处理功能的启用是厦门自贸片区对政府购买查验服务改革试点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单一窗口平台不断延伸拓展服务领域的事项之一。在海关、国检、海事、边检、国税等部门的合力下，单一窗口平台整合7大服务功能，提供87个服务项目。今年4月率先实现了出口退税功能，有力促进了厦门外贸业务的发展。单一窗口在2年多前厦门自贸片区挂牌当日上线时，只是初步形成服务功能的平台1.0版本，而如今这个平台正在规划打造3.0版本。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下，出口货物通关申报时间由4个小时减至10到20分钟，企业通关时间缩短40%。单一窗口平台覆盖面也已从厦门扩展到泉州、漳州等地，用户数突破5000家，间接服务企业1.5万家，日单证处理量破11万票，月近300万票，年破3000万票。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方面，厦门走在了全国前列。关于自贸区建设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评论。福建厦门卫浴产品占据全国出口的半壁江山，研发设计和生产加工能力强，培育了建林、松林、鹿达、金牌橱柜等世界知名企业，是业界公认的隐形冠军。橱柜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在自贸区落户，创建知识产权友好自贸区，让企业的创新研发更有底气。制度创新是自贸区最大的亮点，每一项制度创新都牵动着政府部门机制的改变、审批的简化、效率的提高和服务的提升。好，感谢网友们的评论，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分关注。自贸区是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改革创新又给自贸区的企业带来机遇。得益于福建自贸试验区首个区外保税展示交易项目，东南红酒交易中心将店开在了海沧自贸园区的大门外，让保税港区内的库与区外的店有效融合，形成前店后库的进口酒类创新模式。
东南红酒自贸直销中心董事长林瑞生说，在自贸区成立之前，厦门进口酒企高达2600家，一年之内就消失近2000家，而他创办的进口酒总部平台初期投入就高达3500万元，而产出却不足200万元。在自贸区成立之前，应该来说整个厦门的进口酒也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是百花齐放的结果是无秩序，造成很多的市场乱象。自贸区的成立给林瑞生带来了新机遇，他打造了一个创新的模式——酒划算总部平台复制模式，凭借关检核准、原瓶进口、全球比价经营理念，实现了酒业贸易的异军突起。目前，东南红酒交易中心酒类品种总数超过2000款，涵盖近30个进口国家级产区。2016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酒类进口量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厦门检验检疫局在全国首创的进口酒快检模式。我们厦门口岸在这一块上面是可以说是既高效又严格。我们在中文标签上面，特别是国检对于中文标签的这个，我们预约时间基本上是我们今天预约今天就解决了。快检模式促成的厦门速度，不仅使进口酒平均通关通检时间大幅缩短，提高了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还带来了红酒税款成本的大幅降低，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制度创新与功能培育相结合，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有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挂牌运行2年多来，厦门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迅猛。记者从项羽跨境电商产业园了解到，仅跨境直购这项正式运行不到半年的业务，就累计放行货物超过13万票。8月30号，4160票件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商品刚刚直航落地厦门，就在项羽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联合检验大厅完成通关手续，发往全国各地。此次通关采用的是跨境电商三单比对模式，也就是由支付企业发送支付单、物流企业发送物流单、电商企业发送订单，三单信息经监管部门比对无误后查验放行的通关模式。与网购保税进口模式相比，这种直购进口模式无需企业在区内租赁仓库，同时按照跨境电商货物监管，企业通关效率大大提升。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走的是个人物品，各种物品呢，它要通过快件的这种形式进来到消费者手里，大概是要到25天到30天。那现在呢，缩短的很长的时间，那现在差不多5到7天就可以到消费者手里面了。截止到8月24号，跨境直购这项新业务已累计放行货物326批次，共计13万票，货值7160万元。厦门口岸的跨境电商业务迎来了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呢，在澳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已经设立了海外仓库。那接下去的话，我们会选择跟厦航，就是因为我们跟厦航是战略合作伙伴。那呢，在厦航直达的地方，我们都会设立了海外仓。据统计，2016年厦门自贸片区实现跨境电商货物进出口4200多万件，货值30.8亿人民币，增长40%。凭借着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创新探索，厦门自贸片区已经成为培育新兴产业的新沃土。在自贸试验区的发展过程中，厦门自贸片区将供给侧改革着力点放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强化制度创新引领作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据统计，厦门自贸片区挂牌以来，累计新增企业2.6万多家，注册资本4500多亿元人民币。聚集形成国际贸易、航空维修、融资租赁、航运物流、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等7大产业。厦门中航秦岭宇航有限公司是厦门自贸片区内唯一的中资控股航空维修企业，主营业务是飞机发电机维修。厦门自贸片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为企业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时来讲的话，也正好赶上就是说我们厦门自贸区这一种成立。厦门自贸区在成立的初期，它推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行政上的一种
便利企业的一种措施，就是三证合一了。应该说我们公司应该是享受到这样一个行政服务便利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受益者。为航空公司提供长期保修服务，在当今的国际航空维修领域日益广泛。然而多年来受限于航材税率倒挂以及海关的现行监管通关模式，如果设备制造商想将与中国航空公司包修合同项目下的航空器材送到国内维修厂家维修，必须先发运到新加坡或中国海关关境以外地区周游，完成修理后又必须运出境外再返回国内，这两出两进的物流时间及费用让国内维修厂家在参与航材维修转包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这样子整个通关流程所消耗的时间可能长达15天到20天，这对客户而言的话维修周期会非常大的延长，使我们的企业处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2017年2月，厦门自贸片区航空维修基地建设获得重大政策突破，获批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航空保税维修试点政策。这项政策的落实对国际航空维修转包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厦门中航秦岭宇航有限公司也获得了更多的转包维修业务。就是说我从国外的OEM 那边拿到这个转包器材就是说这个器材的本身呢，就是说它不需要经过再去香港啦，去新加坡啦，它可以通过厦门特殊的监管区，就是厦门保税区，这样在一天之内就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我想这个工作无论是对国内的航空公司，对我们维修企业都是一项双赢。好的，关于自贸区的建设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评论。通过三单比对的模式，我们消费者跨境直购的时间将大幅缩减，购买跨境商品将比过去更加快捷、更加便利。厦门海关针对转包维修通关模式的变革及实施，将极大程度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厦门打造全球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服务国产大飞机战略，营造优质的产业环境。好，感谢网友们的评论，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分关注。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厦门自贸片区勇立潮头，敢闯敢试，一次次攻坚克难，创新前行。两年来共推出292项政策措施，在福建自贸区255项创新举措中，厦门有120项，属全国首创，有42项。这些创新举措在推进简政放权、对标国际规则、提升开放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树立起了标杆。两年多来的探索实践和积累的经验，将助力厦门自贸片区的改革向深向前，大踏步迈向开放的新征程。好，再次感谢在我们互动平台上进行评论的观众朋友，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收看，下期再会。